这家位于中国城二楼的火锅店，从环境到氛围，每个细节都包含着美女 BOSS 的满满用心。国内空运过来充满儿时回忆的游戏机，每人人手一份的火锅锅底，除了经典的红油菌汤，这里还有秘制的番茄牛腩和东南亚风情的拉萨锅底。无论你是否爱吃火锅，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一锅属于你的专属味道。记得不要忘了亲手调一份酱料。如果你像我一样特别纠结，这里还有一些贴心指南供你参考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吃火锅的小窍门，从肉食开始，海鲜、菌菇和蔬菜断后，这样才不会影响汤底的味道哦。Round one, lamb, beef, pork, and chicken. Only 10 seconds.Round two. Round three. Round four. 冰火两重天，吃完了火锅以后吃。吃的简直太过瘾了，最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，我觉得今晚的梦一定都是火锅味的吧。做酒圈最懂生活的人，关注卓葡萄。